第五人格要和非人哉联动了，嘿嘿，这次五周年的爆料可谓是一波接一波呀。关于联动方面，首先就是和肯德基的再次联动，本次联动角色是鱼女，将作为甜心主厨和大家见面，我猜会有可爱的小围一起弄。同时第一弹联动的调香师两款皮肤 Misky 和 Lady K 也将会在联动期间返场。接着就是第五和非人哉的联动，让我看到满屏的双出狂喜吧，但是还不知道具体的联动形式，只能先等一等啦。还有和潮玩星球一起开展的五周年限时主题店活动，3月12号可以开始购买第一弹，包括园丁、厂长、佣兵、先知、入殓师和蜘蛛。第二弹呢将于4月下旬开启，有女巫、昆虫、勘探员、小女孩、咒术和约瑟夫。由于线下开在了广州和上海，没法去的宝子也别急，因为线下主题店活动结束后将在8月份开启线上渠道。此外还有一个和猫的天空之城概念书店的联动活动，也是3月12号开启，在活动期间前往门店打卡就能够免费获取明信片一张，完整填写明信片并投递第五人格专属邮箱，将有机会在五周年线下盛典展出。在盛典的发布会现场会从参与活动的侦探中抽取幸运儿，送出6480回声商城在售金币任选以及周边礼包各55份。活动的地址呢放在这里了，宝子们可以截图保存一下哟。